上奶来了，哎呀我去，谢谢阿柳啊。谢哥，有很多人分不清千里和万里，你能用一句话给他们解释清楚千里和万里吗？这让我怎么解释？我操，不好解释。万里长城，无冕之王。我看那些小弹幕是这么说的。哼，你说神话荣耀干了，你说。我真的。我说出来的时候就后悔了，对不起奶哥。哎，真的，这死法太强了呀！我操，就差一本神马，真的。他这不行，掉高神，哎，他也无所谓嘛。这种宝宝掉，现在掉死亡宝宝又不是很贵了，不像以前七八万一本的时候了，对吧？两万多、三万，对吧？运回来也够了。这种宝宝就直接半本高神，然后掉什么垃圾书了，比如说再生冥思了，对不对？慧根了，直接就是一个神马。啊，但是他是法系对吧？他是法系，算了，还得守尸呢。哎，这龙魂虚迷没得追，还是一只马。哎呦我操，这个画魂是真的没得追，这个画魂得说他出的早，买的早的人就买到了，对吧？真的牛逼，这个画魂，这个画魂以后不会再有了，一定不会再有，没人合了，对吧？太强了。这死亡法王淘汰吧，真的。这只死亡法王是拍成的，不是兽爵拍的。这肯定是打成的。打成的。法防壁垒这个有点花哨是吧？但是速度它好像加速了，这只宝宝啊，这只宝宝它加速度了，先把法防起来，然后当卡药宝宝用，没啥事帮忙清丑，对吧？善恶壁垒这只宝宝肯定争锋的，青蛇卵有蛇卵吗？你们零九有个屁蛇卵，有蛇卵那感知的争锋善恶打啥用啊？得打隐身的宝宝吧，对吧？就正常打宝宝啊，隐身的也少，人家就是格子多，你知道吧？拍本善恶，懂了，乱他妈上！死亡法王镜台妙题，真的强！王谢，你别说话，你说话像嘲讽，对吧？你的十二技能死亡法王全红还他妈带神马，你说人九技能有本蓝书的强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不对啊？大奶的装备啊，大奶，但是那个十七技能啊，这十七技能以后卖的时候赚一番有的吧？可能都不止。他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25，对吧？买的时候很便宜的。买的时候好像25，现在卖50，我觉得肯定直播间就有人要。这宝宝肯定赚一番的啊！他买的时候是25的胚子，力批的话咱们就算稳定的价格18啊，43。对吧？43再加上现在它成本的话是43，然后掉的兽诀是感知小辅助书，对不对？掉书掉的好，再给它加上个7，对不对？卖的时候再加多少钱啊？这只宝宝现在，谢哥，你觉得80有可能不？现在的技能带感知套，真的，我奶哥这个牌面，我跟你说，800都有人要啊！交个朋友对吧？交个朋友啊！是吧？无级别放下，